Hello，今天吃两个小甜品，先来尝第一个，芋泥奶酪的，抹茶黑芝麻麻薯，这款最好吃。今天先吃到这，他们家这款三明治真的很推荐，整体口感很清新，用料也很好，而且料真的特别特别足，就一个个都很大。明天见，拜拜。